这是一个圣德堂的，说是圣德堂，但是我觉得不像是圣德堂的，这是道光吗？应该不是道光。这块儿不对。最后说是二十世纪初仿的，可能是民国仿的，应该是不是光绪仿，也不像是光绪仿。这圣德堂的款写的不好，就不能让你们看款了，因为我一个手拿相机，这个屏这么大没法搞，所以你们没机会看到款，只能我自己看一下款了，要不然放倒了之后再让你们看看款。